以指定先帝李贤于爱国忠志敦信，崇礼孝父母，重之尊信朋友，和乡邻改恶相，善讲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交，圣人之傲止客，尊父为纲常之，古礼喜新敌律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晚，世界未清平化，人心未良善济，世界未大同，